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在前几集呢，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心灵环保的方法以及心灵环保的层面。那么师父也提到，心灵环保呢，就是要去除自我，要达到无我的境界。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没有原则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提到心灵环保呢，就是要去除自我，要达到无我，是不是首先跟我们讲讲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好不好？无我也可以啊，有两个或者是三个层面的啊。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经常练习着多为他人设想，少为自己设想，这就是无我了，这是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面呢，能够啊，就是客观的，所谓客观呢，就是超越自己的主观意识，任何事情不要说我意味着怎么样，我的看法怎么样，这不要把我放进去，自己不要有个立场，就是在他那个立场可能是会这样，在大众的意见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们所得到的大众的讯息或者是从这个任何的一种迹象来看呢，说这个情况大概是这个样，那不一定是我的意见，那从你们的意见看一看它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一盆花，从我角度看是一共有三朵花，我看这个角度蛮好，不知道从你的角度看这是不是也是三朵花，这个叶子的线条很美，但是这个线条我这边看不到，是我这是看到这三朵花，你那一边看到有线条了，有很多，有，对，有几个线条很美，就是说我现在问问你，你对这朵花的意见看法想法感受是什么，这是你的看法，但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因为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看到的同样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老是考虑到，哎，这朵花是这个样子，就是强迫着你也要接受我所看到的花那个样子，这个就是不客观，客观呢，不要老是先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东西，或者是呢，要人家赞成我自己的意见。我先要问问大家，你的意见怎么样？他的意见怎么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教育层次，不同的社会，这个养成生长的背景，那都因为不同，所以呢，角度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体验不一样。这个呢，就是看他一个人一个人的所有的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综合起来，我不要有意见。如果我有意见放进去，那变成是我的立场。可是师父啊，如果我们处处都用这种无我的原则哈去处事的话，会不会也让人家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原则的样子？我在讲第三个层次啊，第三个层次就是说，第三个层次的无我呢，是一切现象都有的，有你有我有他。这个有我有事全部都有，但是呢，就是啊，没有永恒的不变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都有，但是呢，没有永恒不变的。这个就是说大家的观点综合起来，有你的想法，他的想法，大家我们合在一起可能变成一个立体的话，也呈现出来，但是这个是这个时间先看到的，你到明天看不一样的，明天你的立场你的心情或你的知识或你的自己的一种修养跟今天又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你这个角度同一个角度看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是换了变的样子，而你自己的心情你的这个成长也你的虽然同一个角度呢，可是尺寸不一样了，这个感受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又变掉了，所以是
任何一样东西既然没有没有我私人的自我，也没有共同的大众的一个自我也没有这个是这个这样东西，这样是私我的自我。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都在变，这是第三个层次了。时间空间变了，现象也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这个每一个人也都在变。变什么？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样子会变的，而且我们的观念也会变，这个直接那个策马也会变。所以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叫做我。那么一共有三个层次的我，我们从第一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我们都可以试着去体验它。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是。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变成没有原则。那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因为都是以别人的观点，所以都没有我的观点。那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人处事，会不会让人家会感觉到？这个就是原则。这就是原则。这个本身就是个原则。因为用自己的立场来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不是很公平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我们尊重他人，以共同的意见为意见的，那这是真正合理的。那过去的人都讲一言堂这个大人物说的话，这是标准的；小人说的话不算数。这个。那大人说的话不准有人去修正的，只是就像皇帝讲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以有人呢这个去修正他的。那现在的人大概不是这样子讲嘛？是。那个因此呢，我们都是这个就是个原则了，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见为共同的意见。但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时候，那我要提出我自己的意见的。大家没有意见呢，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花。这我看到了，可是我们这个周边的其他的人眼睛都是色盲，或者是呢这个都有白内障，或者是呢也许我观察的时间久一点，可能对我的立场来看，我就是看到的话是怎么样。那你们如果还是没有看到的话，我告诉你我看到的话是什么，这个还是可以做的。是，谢谢师父的开示。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无我并不是没有原则。无我的三个层次呢，我们不妨从多为他人着想这一点开始做，那么慢慢的呢再进入客观，最后呢也许可以达到彻底的无我。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